下车，叫科车，那拒绝检查，直接冲撞，那保安局立即展开这个专案小组的追缉。下车，叫科车拒绝，然后就一路逃窜，发现这部车是在停等红灯。那本局员警再次示意，请他下车，叫科车拒绝检查，直接冲撞我们员警的警用摩托车，随即逃逸。那本局员立即展开这个专小组的追缉啊，也过滤了重案的相关的道场，也指证了涉案的人及驾驶人。